半夜一点都不歇，让他睡一觉呗。这每天都关注等下比赛大会，和明年的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，全为年代偶像输出签名握手拥抱会，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，咋了恐龙绝对不会等着导演，每天两眼睛睁开看歇斯底里的现象，马上进入深度放手无意识催眠。指定才有的哦，今天就是特别的来指定这一套非常厉害的服装。叫高雄蔡依林，这是我朋友的歌吗？掌声尖叫，欢迎我们的 HQ Girl 直接开场带来。